going to do some predicts about this game? Yeah. 3-1. Arsenal. Easy. We are on a roll right now. From United. The way United played, I basically set us up for this. Exactly. Because they counter. Exactly. We're going to win. Tottenham are shit, bro. Tottenham are shit.比赛呢，就是万众瞩目的北伦敦德比。那么上一次呢，我说阿森纳打曼联是试金石，对不对？那么那块试金石不行呢，咱就换一块试金石嘛。那个热刺也是试金石，然后呢，曼联球迷也别急，曼联也即将迎来自己的试金石，那就是明天的曼城。今天伦敦天气特别好，阳光明媚，而且还是早场比赛。带了包嘛，所以刚刚就是检查我的那个小哥就问我，我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看来在查我的成分，我是孙兴慜的粉丝还是关键的粉丝？ If we finish this season, I mean this month on a strong, we will win the Premier League. Okay. 今天的 Emirates 是不是更美了呢？但是你们知道吗？这场比赛的票价炒得非常的高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可能原价140买的，然后他卖出去了，卖了700磅。是谁我就不说了。但是呢，我的票77磅，77磅坐在，虽然是个山顶的位置，但还要什么自行车，对不对？感谢。我觉得今天热刺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很多球员都受到了国家队的征召，所以他们的体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经典 London Calling 开场。London Calling， 我只会唱这一句。而这一首《热刺去哪儿都挨揍》被阿森纳球迷从开场唱到散场。球迷们今天在球场上霸气地摆出了 Tifo， London is red， 伦敦是红色的。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呢，北伦敦的确是红色的，但是伦敦是不是红色，我们可不可以等切尔西跟阿森纳的比赛结束了再说呢？每一次就是抱球员首发这个环节啊，我有时候会觉得太累赘，因为有时候太长了嘛，会拖节奏。我现在决定了以后啊，就是谁是进球功臣，谁有助攻之类的，我首发片段呢就放谁。而今天一开场，阿森纳就是抢占着绝对的优势，进攻非常猛烈。第二分钟，萨卡突破后传中，马丁内利胸部停球后凌空扫射，顺势扫在了门柱上。才开场两分钟，阿森纳这进攻太恐怖了。给个镜头给卡科和孔蒂。第13分钟，孙兴慜开出前场定位球，随后理查利森的捅射被拉姆斯戴尔扑出。第19分钟，萨卡右路回传，本怀特接球加炮，随后托马斯世界波兜出死角，1-0，阿森纳在主场领先。而也看见阿森纳球员在进球之后紧紧的相拥在一起啊。阿森纳球迷疯狂的在质问热刺球迷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听到这首歌我就想到福赫尔。第29分钟，孙兴慜反击长途奔袭，分球力量稍大，随后扎卡解围失误，理查利森禁区内得球被加布里埃尔草率出脚绊倒，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判罚点球。未来大英国门面对当今大英帝星，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啊。这边凯恩还是很稳的。球迷
错的。阿森纳这边就是他们一些侮辱热刺的歌跟切尔西唱的一模一样。而在进了点球之后呢，热刺打出了几波不错的反击。不得不说，虽然前几场可能孙兴敏状态不佳吧，但这一场可以看出孙哥还是挺猛的。哎，看完这个半场，我是对热刺有点疑问，因为其实这个赛季我看热刺的比赛只看的就是切尔西主场打热刺那一场嘛。之前大家都是说那个孙兴敏状态不好，我是在想，买了佩里西奇之后，确实孙兴敏他那个空间被压缩了，我是感觉他们俩好像有点不能同时在场上，就没办法共存吧。好像我也看到很多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不对？是在热刺进了这个点球之后啊，之后的15分钟，我觉得阿森纳踢的就是不太好，就比起前30分钟来说踢的不太好。我感觉萨卡这场有一点点粘球啊，还有就是厄德高可能因为被怎么说呢，贴身防守吧，就是感觉好像他的那个优势没有办法发挥出来。第48分钟，萨卡犹如内切超射被洛里扑出，随后罗贝罗处理球低级失误，热苏斯笑纳大礼打空门得手。对了，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阿森纳的球员就是人均都非常非常爱华贵，就可能是我看的现场比赛里最喜欢华贵的就是球员。下半场开场不到5分钟，阿森纳进球了，学一下热苏斯打电话。这里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但是应该是有一个犯规在的。然后第62分钟，埃莫森踩中了巴西老乡马丁内利的脚踝，阿森纳球迷一片哗然。然后呢，我们也在等着就是泰勒的步伐随进，然后他掏出了这张红牌，热刺雪上加霜啊，少一人作战。也可以看到就是凯恩也是作为队长非常着急的过来理论啊，大家也都纷纷的围过来了，就是他真的是在眼皮底下的犯规了。阿森纳球迷挥手送别。这场比赛除了红牌之外，两队都吃了不少黄牌。这首歌我声明一下，斯坦福桥没有唱过，确实斯坦福桥没有听过这首歌。第66分钟，托马斯直传策动，马丁内利启动内切，扎卡跟进领过球权低射破门，阿森纳3-1锁定胜局。而全场的气氛也被这一粒进球推向了最高潮。的确是我来酋长球场也看过不少比赛，北伦敦德比绝对是酋长球场气氛最好的一场，没有之一。北伦敦德比也继续领跑着英超的积分榜。如果要用4个字来形容这场比赛，那就是一场好球，真的精彩，真的好看啊。非常感谢阿森纳和热刺球员们带来这场精彩的比赛吧。哎，又是羡慕阿森纳球迷的一天。身边的大哥高兴的合影。现场的阿森纳球员，好了，恭喜阿森纳再次拿下胜利，也恭喜他们再次继续的保守。北伦敦德比看得很开心，也是非常戏剧性的一场比赛啊，吃牌大战，红牌，点球。Everywhere they go!
在吃饭，然后我吃着吃，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阿森纳下一轮的联赛对手是利物浦，这我可高兴不起来了。利物浦这安诺德对吧，大家都懂的，下一轮可不可以不让安诺德首发。他在马德里是铜锅，我突然也很想念吃涮肉，然后又赶紧找了一下伦敦，果然也有耶。为什么不打扰朋友吃饭？我只拍这一口。